小的微高领，然后是做非常美丽的蕾丝，重点是它一点都不会刺哦，穿起来非常的舒服。然后下摆呢，它也有做像这样的细节，睫毛蕾丝是超美的。然后呢，它有做半肩的身躯，上半身的部分呢会有点微透，所以你们可能要带一件小开在里面，做像这样子的水平口，非常的美。是衬裙，你们可以自己搭毛衣，或是针织外套在外面。它还有黑色哦，它其实上面是像这样子镂空的，要记得搭一件小可爱哟。像这样子搭一件针织的上衣在外面，是不是针织中要带点小浪漫呢？然后这件针织是圆领的，下摆做像这样子的一个开叉，然后它的材质呢是做针织蜜针织，有一点点厚度，摸起来非常舒服，很亲肤，弹性也很好，是做落肩设计。那你如果不搭上这样子的衬裙，你也可以自己简单搭一个长裤长。